台北，你看。
風があるかどうか質問したこともありますが、当時は明確な国内がなくて、今回国外をハワイという予想外の政策に踏み切った理由は何でしょうか。またこの都市を選んだ特に理由とかはありますでしょうか。はい、多分昔に聞かれてあまりこう原油の設定のことを詳しく伝えられなかった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一番の何でしょうね、決定する順番としてはやっぱ物語作ってから、そこに何でしょう、必然的に舞台を決めていくというスタイルを取っているのは昔から実は変わっていません。那这方面呢，其实应该是以前可能没有提到相关的详细的故事设定哦。其实从以前到现在，我们决定故事舞台的基准呢，都是依照故事的需求去决定的，所以就是看故事需要什么样的一个地方，我们才去决定要选择在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都市。はい、じゃあなぜ龍が如く8がハワイなのかっていう理由についてお答えしますと、龍が如く7の後の話なんですね。龍が如く8は、でそこで、物語の冒頭でですね、春日一番の母親がハワイに潜伏しているという物語の設定がありまして、母親に会うために春日一番はハワイに行くといったようなシナリオにしたんですね。それゆえにこう決めたんですけど、ハワイと日本人ってすごく親和性があって、春日の母親ってすごい逃亡してたんですね、いろんな国で。でそこで一番日本人が逃亡しやすくて潜伏しやすい場所、かつ海外っていうところで一番こう何でしょう、親和性が高いところでこうハワイを選んだっていう、まあそういう順番でこう舞台を決めていきました。那这方面呢，是因为有人龙八其实是人龙七之后的一个故事嘛，所以我们当初为什么会想到夏威夷这个地方呢？这边开头我们先做了一个设定，就是想要就是春日一番他的妈妈呢，就是躲在夏威夷生活，我们是先想出这样的一个设定之后呢，然后就是一番他要去找他的母亲，这是一个故事的开头。那就是夏威夷这个国家呢，对日本人来说是其实是比较有亲和力，而且比较多日本人在那边，所以就是对日本来说是比较适居的地方。那所以因为春日他妈妈就是有一个常年逃亡的过程，那当时我们就在想，那什么样的地方可以让日本人就是比较适合他们逃亡潜伏，就长期居住在那个地方，然后经由这个脉络去思考，才想到了夏威夷这个地方。あとはちょっとネタバレになっちゃうんであんまり言えないんですけども、ハワイという南国だからこそ、その何でしょう、こう真相の、まあ何でしょう、黒幕の狙いみたいな部分が噛み合ったりするところも、その海外かつこうハワイみたいなところを選んだっていう、理由にもなるので、これはぜひゲームをクリアにして確かめてもらえると納得できるかなと思います。那虽然就是稍微有点剧透，就是正是因为这次的舞台是夏威夷这样的南国小岛，所以才跟这次的幕后黑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阴谋有一些关联，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实际去游玩，然后实际去探索出这个理由。好，那我们进入下一题。我们这边问题是问张小姐，请问看到自己出现在游戏中的感觉是如何的呢？就是觉得很开心，因为可能平常都是多数出现在网络上或者节目中，然后第一次是以不一样的方式出现在游戏中，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很开心。而且我有特别去买一个 PS5， 想要来体验看看，就是我在游戏里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好，谢谢。那我们进入下一个问题，我们来问版本制作人。新生小游戏中，江湖宝贝受到许多玩家的瞩目，也致敬了那款游戏。这部分的开发工时大约占整体游戏的比例多少呢？挑战点在于，今回の新規のミニゲーム、スピードバトルにあるゲームを、あの有名なゲームをマージュしたことで注目を集めていますが、スピードバトルの開発工事といえば全体の何パーセントだったでしょうか。またこのゲームに関して開発において苦労したことは何かありますか。開発工事、工事、開発の時間。あ、時間ですか。結構時間かかってますね。スジモンバトル今回導入したきっかけは、まあセブンからスジモンというこう敵をスジモンとしてこうコレクトする要素があったので、次回はぜひこれをうまくなんか別のミニゲームみたいにしようという発想が来たんですけれども、やっぱりこう
辻物のなんかこうパラメータの調整とかバトルのバランスみたいなところはすごく時間がかかりましたし、まあ、時間かけた分こう一個ゲームとしても成立するようなクオリティになったのかなと思ってます。那这方面其实真的是花了蛮多的时间哦。那因为我们这次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就是因为人七的时候，我们就有那个家父宝贝图鉴收集的一个要素。那就其实有在想说，在下一部作品想要更加发挥这个设定，让它变得更有趣，所以我们才去进行了这个战斗的要素啊、属性啊、各种能力的调整，然后让家父宝贝变成了一个更完整的一款游戏，一个游戏的要素。あと難しかったです。はい、挑戦したところとか。あ、そうですね。結構作り込むと1個のゲームでも全然遊べ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で、こう本編の、RPG とどうこう、なんでしょう、同時に遊ばせるようなバランスにしようかみたいなところは結構苦労しました。なんかどっちもすごいプレイするのにこう時間がかかってこう行ったり来たりするのもしづらいっていうと、まあ、なんかこうレベルデザイン的にもあんまり良くないかなと。あくまでも数字モンバトルはメインシナリオを進めていく過程で、まあ、ちょっと寄り道してバトルが楽しめるみたいな、そういうバランスで、まあ、こう落とし込むところが、まあ、苦労したところもあり、まあ、それをうまく処理していったなと思います。那关于比较挑战、比较困难的地方哦，其实是因为我们就是非常用心的制作了这个《家父宝贝》战斗的模式跟这款游戏的系统哦。那反而呢，有点担心说这款机其实已经变得有点，这部分已经变得有点像单独是它是一个游戏作品，所以有点担心说会不会占游戏的太大比例，反而让就是主线跟《家父宝贝》都变得很吃重，这样玩起来可能反而变得不均衡，有点太吃力。那所以我们在就是调整这个比例上面，就是游戏占比的比例上面有进行一些调整。那可是因为这次做的真的相当完整，也非常就是内容非常丰富，所以后来就是有调整成作为一个游戏中可能大家玩累的时候的休闲的一个小游戏，一个改变心情的感觉，就是觉得这个小游戏作为这个这样的要素是非常非常有趣的。好，谢谢。我们现在进入下一个问题，这边是要问林昌小姐。请问《交友软体》影像拍摄时，有没有什么趣事可以分享的呢？其实那天拍摄游戏内容都算是非常顺利，但是反而是后期在录制小影片的时候，我发现，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口齿有点不太清晰，所以“人中之龙”这个词呢，我就是一直 NG， 一直打结，就是好不容易，就是今天呢，终于把“人中之龙”把它讲顺了，对。谢谢。那我们进入下一题，这边是问版本制作人，为何东东岛的战斗方式及即时制与一般的回合制对战不同？那在这部分有什么考量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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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东岛的战斗方式及即时制与一般的こうが遊びやすいっていうのを最初から決めてたので、ああいうなんかこう火倒したり岩砕いたりゴミやったりとかっていうのは本当に分かりやすいアクション操作にしようっていうふうに決めました。那当初呢，就是因为也想把东东岛这部分做成一个像完全不同的游戏一样，所以比起 RPG 这种形式，我们采取了动作这种比较直觉的形式，像是去砍树、捡石头啊等等这种。好，谢谢。那因为时间问题，那我们跳过几题。那下一题一样是问版本制作人，为何会选择林香作为游戏的宣传大使呢？林香さん、我本作のアンバサダーを起用した理由を教えていただけますか？はい、ユーロゴトクエイトの一つのちょっとテーマとして、少しこう国際的な盛り上げてもらえるキャスティングとか、まあ本当にこうアンバサダーさんをこううまくこう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できないかなっていうのが最初のきっかけだったりします。那契机呢，主要是因为龙珍八这次我们有一个想要达成的主题，就是想要让这款游戏变得更加国际化，像是在宣传大使这方面也是，宣传大使的人选我们想要变得更国际化一点。まあここでこう台湾でですね、まあ何かしらこううまくこうもう人気ももちろんそうですし、私たちが考えるゲームにも出演
していただいて、まあ、その延長線上でこうゲームの面白さをこううまく、まあ、今の若い人たちにも含めてですけど伝えられる人を結構探したんで、結構最初にあのリチャーさんがボーンってなってそのまま声をかけてオファーをいただいたんで非常にあのありがたく思っております。像是在选择的时候，我们的挑选就是像台湾这方面的话，我们一样是希望就是当然是受欢迎的一个网红啊，就是有人气的存在，跟除此之外也是跟我们的游戏比较合适的一个人物，这样子可以让我们在就让他的游戏登场，可以更增添我们游戏的趣味，更吸引更多的玩家。那当时我们其实就有想到，就是林湘小姐当时就有在我们的就是。所要的人选之中，那去邀请他之后，他也很爽快的答应我们，所以就是非常感谢林湘小姐的合作。好，那进入下一题，这边要问林湘小姐，请问林湘小姐对游戏中的角色感觉，是否觉得自己的本格演出呢？对，因为我在里面呢，就是演着我自己林湘本人，所以其实没有太难的设定。所以那天的拍摄就是也算是非常的顺利。好，谢谢。那接下来下一题，我们要问版本制作人，想请问在每位角色的职业及攻击方式设计时，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发想可以分享呢？此外，有没有什么职业是很有趣但最后没有被采用的，理由又是什么呢？自分の攻撃手段を考案する段階で生まれた面白い発想は何かありましたか？また面白いだけど採用されなかった条文とかはありますか？その採用した理由を含めて教えていただければ。今回の留学ごとエイトの条文を決めようとしたきっかけが海外であるというところ、ハワイの現地でひらめくといったところがセブンとちょっと大きく違いました。那这次主要决定职业的地方，因为舞台变成国外了，那我们也主要想要去以就是夏威夷才会有那些工作去选择。あとそのハワイのリゾート地で何かしらこうアクティビティみたいなものを楽しむっていうのはゲーム的な要素も入れたかったので、その延長線上で新しい情報をひらめいてはどうかといったところが、まあ今回の情報構成のあのベースになってたりします。那这次去构思职业的时候呢，我们也希望就是在夏威夷，大家可以享受到就是度假，在度假地旅游观光的一些这样的活动哦。所以在思考新的职业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以这个为基底去考量的。まあすごいあの何でしょうね、こう仕様がすごく便利ですね。何やってもひらめいた情報をまず作ったところに。すごくあの恩恵を感じているので、まあ、今後も何かひらめくきっかけがあれば、なんか新しい情報を傘が一番私はこう身につけるのかなという気がします。那其实这次的职业就是像夏燕有提到，这次的新职业其实是通过旅游观光这个概念去学习，然后主角们就会灵光一闪想到说，哎，说不定我们可以去担当这个职业。那其实采用这个方式之后呢，其实制作人这边也觉得，哎，这个方式其实非常的方便哦，好像之后就是如果再想到什么新的职业，我们都可以让他们灵光一闪就去试着挑战看看。あとね、ボスになったのがすごくあの印象的なやつがありまして、外注苦情業者っていう情報を実は入れようとしてたんですけど、ボスになった理由はですね、こうハエたたきを持ってて、あまり見た目もかっこよくないっていう。ところで結構いいところまで行ったんですけど、最終的にボスになりました。那这边有一个为最后被采用的职业就是，驱逐害虫的这个专门人员。那最后就是，其实我们讨论了蛮深入的，也已经做了蛮多的设定，但是最后还是觉得这角色好像不是很帅气，就是手上拿着驱虫剂的这个感觉好像不是很帅，所以最后还是没有采用这样。好，谢谢。那现在因为时间问题，我再跳过一些问题。那接下来我再问林湘小姐，请问在交友软体后有成功与春日约出来见面，那如果真的有机会推荐给春日，的话，什么样的台湾美食或景点是您推荐的呢？来台湾一定要吃鸡排配蒸奶啊！所以我应该会带他去夜市，然后享受这个宵夜的组合。好，谢谢。那接下来我们问版本制作人，本作剧情看来将
会将春日一班的背景故事再做解释，并补得更完整。春日一班的冒险也会在本作跟着童声一起告一段落吗？那这个《春日一班》的背景を深掘りして補完するようなストーリーが展開されていくようですが、《春日一班》の冒険も滝流カズマと共に終わりを迎えることになりますか？まあこれは本当にネタバレになるので、多くは細かく話せないんですけども、別に続くと思いますよ。まだどう続くかはまだ全然出たばっかりなんで、まだ全然決まってないんですけども、ただ春日一番だけを深掘りするタイトルではありません。今回は桐生一馬の歴史も深くこう関係するメインストーリーになっているので、この新旧2人の裏社会の人間が今後どうやって生きていくかといったところが最大のテーマになっていきます。はい、なので、まだ留学特シリーズもまだまだこう続いていく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はいますね。那这次呢，并因为真的是剧透，所以不能表达太多给大家。但是版本表示这边是，其实这个旅程一定下来就会继续下去的啦，只是我们还不能跟大家讲说会以什么样的形式继续下去，这些部分我们还没有办法跟大家讲一些确定的资讯哦。但是呢，还有要提的一点就是，这次的故事并不是只是再去就是补完跟就是深入描绘春日一番的故事，而是连就是旧的主人公就是童声一马也在重新回顾了他的历史，并重新的再去回顾说，哎，因为这样子，所以现在造成了这样的状况，童声现在遇到了这样的故事等等，就是其实等同是把新旧主人公都是同样的在深深描绘他们之后，然后最后我们要去理解那今后这两个新旧黑道的人物，他们要怎么样去，就是今后的未来要怎么样一起共存下去。那也希望大家这个人龙系列也还会继续下去，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今后继续支持看下去。好，那我们接下来下一题问林湘小姐，请问你认为人中之龙八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人中之龙八最吸引你的地方是？最吸引我的地方当然是有我的出现啦，因为我真的是为了这个片段，这个小游戏呢，特别去买了一台 PS5， 所以我当然会自己这样车载去。但主要呢，我还是想说，因为我之前比较少接触这系列的游戏嘛，我发现这个画面做的真的是非常的细致，然后玩起来是有一种很爽快在看电影的感觉。好，谢谢。那因为时间问题，那我们就在各自请两位受访者对亚洲玩家说一句话。那首先我们请版本制作人先。最後にアジアプレイヤーのメッセージをお願いします。はい、私たちこう留学ごとくスタジオ本当にこう長く今年で19周年目を迎えるとして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その中でこの留学ごとくエイトはですね、本当にこうトップの出来だと思っています。那我们人龙制作公司，我们人龙制作工坊也就是受大家照顾，这样子就是一路出了很多游戏，到今年也是快要19年了。那这次的龙八呢，真的是我们浑身的力作，可以说是最顶级的，我们做过最顶级的一款作品。開発期間を本当に長く実はかけて、いろんな苦難を乗り越えてこう今注ぎ込めるすべてをこう注ぎ込んだゲームになるので。クリアするのもすごく大変、大ボリュームなんでね、簡単にクリアできるようなものではもちろんないんですけども、きっとゲームクリアしたときに、ものすごく心に響くものが残るというふうに私は信じています。那由于这一款作品呢，真的是把我们现在能做到的所有的力量都灌输进去的一款，就是用尽我们全工坊的一个真的是就是浑身的力作。那就是因为游戏的内容也非常非常的多，非常丰富，所以在就是闯关的部分也会没有那么快闯关完嘛，也是会需要大家耗费一下精神跟时间去通关。但是呢，我们相信这一款就是我们用尽全力去制作的作品，在大家通关的同时呢，一定可以感受到我们的用心，并且这个故事跟这整个作品一定会成为就是留在大家心里的一个。会给大家一份感动。はい、なので、ぜひ遊んでください。所以，我们真的非常非常希望大家也可以来游玩《人龙之龙八》这款游戏。
好，最后我们请林莎小姐对我们人中之龙亚洲玩家说一句话，就是人中之龙八即将在明天上市啦，大家你要用力的支持起来，期待大家就是可以在游戏中与我相遇哦。好，谢谢，那我们今天访谈就到此结束，那我们现在开放那个两分钟的拍照环节，请问有需要离开桌子或是 OK 好好，因为我们这次的 logo 就是把这样组建起来。